英国细路七岁入黑社会受训，英国蛊惑仔越嚟越细个，黑帮甚至训练七岁细路仔做蛊惑 B。有专门服务青少年嘅组织负责人下个月出书，揭露蛊惑 B 嘅生活。由于警方好少截查细路，黑帮成日利用蛊惑 B 犯案，训练佢哋用烂 CD 做武器，避免因为持刀被捕，又教佢哋向目标嘅臀部重复袭击，令对方要终生带便袋过活，又教佢哋插人手臂，便称系自卫伤人。有帮派甚至要求新丁强奸女人当入会仪式。另外，女同党人数大幅增加，佢哋多数负责贩毒、贩卖武器同进行糖衣陷阱等，仲做埋泄欲工具。接到同门电话，就好似妓女咁应召上门。对方甚至要求俾其他兄弟加入。虽然枪击案相对少啲，但带武器翻学嘅青少年近年飙升五倍。蛊惑 B 为防被报复，翻学会着避弹衣打底。伦敦去年有14个青少年被刺死，今年头五个月已经死了10个人。最近一宗发生在上星期，一个16岁青年被一班同党用刀刺死。